的这个乐器的部分，我在想能不能稍微简化一点点，因为钢琴在里面跟你的旋律又不是一模一样，但是你俩有的时候会时而一样时而不一样，就有点有点跳。你肯定这些是没问题的，随便来两句。好好，我想想看，就是自由一点的。自由的，其实那个孤独的感觉，因为你用这个乐器，我觉得有一些从长音开始，从一个音的。那我现在就干声了。干声无所谓，无所谓，只是听个样儿，这样，因为我怕后边流程一走起来，大家来不及。亚东老师在线。好的，我去了。A 段之前有点感觉换歌了，就突然嘎，只剩你有点干。我特喜欢他 A 段加的。那个声音像那个蝉里面的那个让人如果有那个，其实你选一个点，就是结尾或是什么，有一个还挺好。对，我觉得哈，它不是就是都是长线条的吗？我觉得个别地方你可以来点，滴哒哒滴哒哒哒滴，然后你来一点短的东西，要不然你们俩，我跟你说，你听我说，你们俩全是长线条，像结尾刚才那个不是，噔，你赶紧来点什么，不然就显得太冷静了。我其实我的唱没问题，我想跟着老师下去听一下，我听一下东哥怎么讲。想这样，当你看啊，那颗心名字叫梦了，这种就替你有一个，对，这个事儿是可以的，因为本身他只是用我那酷盖那首歌呢改成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当个 sample 用也行，什么都行啊，不用我那个也行，就是因为之前他给我提出一个想法，我觉得那个想法好像是可行的，就是比如说他们有这么多的少女，有琪琪，是不是因为在国风的那个服饰就是挺火的，对不对？然后他们可以，你看这个舞蹈不是这个音乐听上去也有那种 T 台的那种感觉，可以。其实当你们这样演的时候，我们一个个出来走 T 台，我觉得可以。对，而且穿上比较相对国一点的那种，是吧？国风点的衣服，它音乐上起码是这个么东西，其实视觉上来说，它更有这个国风的这种设。因为现在很多国风设计师也特别在国际上很厉害啊。但我有个问题，来得及吗？咱们时间准备这么多国风的衣服？导演组嘛，当然，我那个他看看他们能不能联系到，就是这个还蛮有创意的，蛮好玩的。这歌这么弄，咱们可以把它气氛再轰起来的，让大家觉得很热闹。轰是一种轰，对，咱们就不停的走秀，挺好玩的。咱们要想的是，因为他们本身是喜琪跟这位少女他们这块儿演嘛，得让他们先演一段嘛，把这个歌先演出来。本来就是他们演。对，那然后咱们可以最后，因为他这个歌听上去就可以无限循环，就是可以是一个后边有一个。然后到等于说你们已经演到两分多钟左右，然后我们再有这种惊喜出现，这样可能就更那个，这个可以是吧？对吧？前面先让他们演了啊，这节目会不会太复杂了？没事儿，反正已经因为全在台上了，台下就没人了，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可以走字幕嘛，就是说后边走花字就往上那种，你看红狼就是行，红狼要的是这种场面。这种那咱们就做一首歌定这个了啊，就是说走秀这个东西。那咱俩正好是他们都走完秀，咱俩最后设计师那种出来说那种，我个人认为就是他要越走越奇怪，最开始出来的出来，最开始出来是很让人明白就是这个，对，但是越看越奇怪，为什么这帮神经病都出来了，然后就是这种啊，不是就是让观众回家就看到已经烦了，就是他们就一定要投票，咱们这个非常两极化这个演出。好，大家基本上陆陆续续就走到了，然后毛毛老师在这儿，我们在一排，五六七，右左右，右左，这段是那个天龙的那个solo， 他的那个竖笛，那得估计得再提前上，因为那距离好远，好远时间，明白？那就在副歌的第一段差不多，大家就可以陆陆续续四面八方就来了。这时候你们谁拿泡泡机，谁就走起来就行了。我觉得大家陆陆续续的前前后后的加入，没事，听听是不是还有？对，我也觉得，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那种。对，是一点一点聚起来那个感觉，刚刚表演演舞台剧的感觉。对，还有一遍副歌吗？没了，就那中间唯一那一小段。啊，我懂了。穿的帅气的可以用泡泡机。
那没我什么事了。不，就是穿得很英气很足的拿泡泡机更加有反差。英气很足。我说的是英雄的英俊的英雄的其实最面无表情，最就是看起来不像玩这种东西的人，是最有感觉的。女生穿裙子就不合适了。我觉得闪闪是最合适的，就是完全没有表情，反差萌，你知道吗？可以啊，闪闪可以。像人生当中陆陆续续走进人生的人，完事儿了，大家齐唱《难忘今宵》。这个叫什么来着？哎呀，你接梗了。接了都没听见，再来，再听。李谷一老师发来律师函。太牛了！你改的时候就是怎么想的改成就这个样子？因为我们都是少数民族嘛，然后本来这首歌当时王力宏也是去了一些少数民族去采风的，所以那我们现在用一些新的潮音的中国潮音的形式去做一个改编，我希望也是一个艺术品的那种感觉。你老家小时候的风景是怎样的？你们那边的山是高的还是？就是蛮那种大山。大山哦，我们那边是矮的。就是我们那边有一条河叫柳江河，我是柳州，就是，你知道，那种桂林的山就是小小圆圆的。你看你在你的山丘，我在火焰山，然后我们对山歌。螺蛳粉给我加点酸笋，烤馕给我加点孜然。你等一下，坐远一点，真的很大声，就很大声。干嘛？其实可以很小声的，对，你可以坐着，你可以坐着，你这样躲的好像我要放雷一样。没事没事。山底下有条柳江河呀嘛，丢啊东啊嘞，两块山沟柳山街呀嘛，丢啊东啊嘞，螺蛳粉帮我加酸笋呀嘛，丢啊东啊嘞。柳州夜景最要紧呀，丢啊东啊嘞！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像燃烧的火，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哦，可以可以，我都看到牛魔王的跳舞。Hello。Hello， 雪玲姐。Hello。嗨嗨。辛苦了。今天怎么样？外面很冷，很冷，就有点卡痰。刚刚有那个水在这里，你要喝水了。我刚喝水。你听一下这个音量合不合适？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距离吗？好的。对着你。要再近一点。再往下一点，下一点点。好。下一点。上一点点。就是一根线。OK。你这样难受吗？还行。手中握着玫瑰花呀。每个让我忘的摘下你可以酷留着有点沙后面要喝水吗有点嗓子不舒服啊我可以给他很大声、okay. 你可以放松一点手中握着玫瑰花呀花呀，玫瑰花呀。你的香会说话，你的话好像只对我说。对，这个挺好听，我听看看。你休息一下。这几个都听听看。休息一下。OK， 我觉得你这句唱的不对，就这句。
我感觉就在那种星河里面的那种感觉很高级，这一句话非常宽那种感觉，然后你听一下怎么样？我喜欢。哎，可以可以，挺好的，唱得很好。然后这里就是我来唱是吗？对，我唱。你恋战我流浪，你唱。你单纯我迷茫，你唱。我的票我不懂你吧。OK OK， 结束，录完了，耶！西林很厉害吧？这是my voice。嗯。刚开始是在宇宙的太阳 Sun Moon， 然后的声音。然后慢慢进到了云层，来到了地球，看到了地球人在吹号，然后玩这些中地球的声音，地球的爱情。这里我想是西林他会转圈，然后可以再转。就 spin herself。看我跟西林怎么样在这个地方配合，在我左边，他右边，或者是交叉。Three, two, one。可以这样吗？可以设计一点，我看一下我能不能做，然后也不影响他节奏的时候，对，可以设计。Ready? So, let's try. So look at me. So it's like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好，可以这样吗？就不一定要抬起来，或者是okay。稍微改一点点，但是我也是那个意思，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可能他说的这种快一点的话，我按我身体舒服的节奏先去掌握。哦、oh, ，Can you do it? Yeah, easy. Kick and slide. It's okay. Kick and. 哦，你教我一点小动作，走路的小动作，我就自己看着用的那种。嗨 ，The girl's already here。听闻你很那个。听啥？没有没有。So maybe he's need to learn step, right? Yeah. Seven,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Oh, I think maybe you can do five, six, seven, eight. Five, six, seven, eight. Oh, but maybe you need to more.Some feeling to the 观众，哈。OK OK OK OK。好。是啊是啊。哇，啊噼啪啪，咚咚咚咚咚。我是练熟了，我就才会放松的。嗯。所以我就知道往哪个方向干嘛大概就行了。好的。